高难度，再来。哦，张志扬这个空中失去重心之后，腰狠狠地砸在地板上，要注意动作，注意动作，保护一下。换人，换人，换人。张志扬两罚一中。退罚。谢立石。上球很快。周胜强。翟春泽。好突破哦！哇，空中对抗之后失去重心，还能够把球投进 ，and one。打三分失败，加法没中，还差十一分的差距。你走开，你走开！凯瑞托，突分，曹方 wide open。篮板球成天爆，还在曹方手里。头盔三分球，走，没有没有，还来，后卫后卫。翟春泽，凯瑞图的防守，凯瑞图防得好。周胜强，翟春泽拔扔，没有。前场球，李林，周胜强，漂亮，内线之间的连线，高低位，大家懂了。曹方，李佳栋，头盔再来一个，哦，头盔成了定点投手了啊，漂亮。球不沾手，沾手就传的这个球，刘浩源传的太棒了。暂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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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暂停。顶着人头，没人抢篮，没人回防啊！没顶。干嘛顶着人头啊？头盔，头盔下，头盔下，头盔下。王振宁，上场基本上就没得过分，就得了两分。我知道。你知道呀？他想上场打球是没有错的。我需要从做教练的角度去观察、去判断、去调整场上的用人，而不是说你想要怎么样怎么样。凯瑞图，曹方突底线，再分，传得很耐心，机会出来了，没有进啊。郭建，郭建加罚命中，打三分成功，十五分的分差了，分队要加油了。凯瑞图必须要站出来拿分啊！曹方突分，凯瑞图，张志扬。冬天豹打得太耐心了，传得太多了。哦，压哨打板三分球，黎家栋。翟春泽，郭建。走步，打快一点，打快一点，节奏打快一点，站好自己的位置，拉开空间。黎家栋个人第二记三分球，逼上去，逼上去，很止血啊！希望他们能缓过来。李林。断了，漂亮！凯瑞图的抢断，打反击，反击，反击，打！底角，底角，底角啊！有一些球员在各自的打球的环境里都是一个头号选择的存在吧，所以习惯了
身边的人去配合他，而忽略了我们现在这支团队是每个人都要去相互配合的。在防线防没事。李林无球进攻犯规，别急别急。成天棒两分给你了，上上上，刘浩源的失误，凯瑞图轻松两分，放下来39-4，刘浩源难啊！哎呀，他是真不给。这次快攻3-2，蛮牛来了！哇 ！Slam dunk， 一记漂亮的扣篮命中。张志阳，张天豹，掩护着，掩护着，没有传球的空间。给给给给！他就自己干，必须出手了！黄家俊有了三分球，防上来，防上来！别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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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急！断球，快点走，推进！走啊，走啊！张志阳，加速。这次追上，还有1分40秒，分差瞬间被缩小到了只剩5分了。走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！他们懵了，他们懵了，他们懵了。蓝队似乎是被刚才的失误影响到了球队的情绪。你俩交叉掩护一下，不要站着要，不用上台解啊！要球要球！真的是爱伟力了吧，伟力了！哎，这个球是伟力。前场球不可以啊！不行不行，他不是被进球，出界球不能动。心态真的懵，你在这么关键的时候，球队需要得分的时候，有这样的一个失误，当时真的是很难受。其实有的时候你想从一个不好的状态，想一下立刻就走出来，其实是挺难的。所以下半场可能这个状态还在延续。凯图今天的第一场表现，我都有点想摔毛巾，然后。有很多就我不太理解的失误，在场上还有一些沮丧的表现。